这上不消解数了黑夜的一缕光线，去宇宙发个疯子给的窗前，就像阳光用缠绵热烈宣告着夏天，透过森林漫步的树影之间，就像云层把日落好吃吗？没你好吃。那些你以为的套路和土味，都不是因为我会，而是当下情感的真实流露罢了。找你参加最佳拍档的初心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让你拥有更多舞台。有那么喜欢吗？有。就像阳光用缠绵热烈宣告着夏天，透过森林漫步在树影之间，就像云层把日落揉成晚霞的碎片，洒落铺满了这片橘色海。起来了，可能对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LP 是什么？老婆爱的 LP。